哟，跟住波士顿，波士顿，我哋夹玩翻呢个《崩坏三》，今次呢个《崩坏三》劲咯，同 Eva 去 cross over 合作，哇，嗰啲仕途进入咗呢个《崩坏三》嘅世界，即系《崩坏三》都出名嘅画质啊，靓啊，打击感好强噶嘛，斋睇佢个预告片咧，我超期待，我好期待喺《崩坏三》入边见到有仕途出现，会唔会有主角啦？会唔会有凌波丽啦？我就系知明日香系一定有嘅，咁啊，而家梗系要试下佢个风测更新。睇下系咪真系咁正先，有啲乜嘢，同埋究竟系咪真系咁 Eva？ 大家睇下，明日香已经喺篮板等我，然后闹我，叫我白痴啊你！紧要关头见唔到人嘅，嗰种感觉翻晒嚟，嗰啲 Eva 嘅感觉。你知律政咧，仲会多咗两个 Eva 特别 skin 嘅，冇错啊，二号机红色嘅呢个 skin 型啊，另一个咧就系初号机紫色嘅呢、這个，我自己啊真系大爱初号机，靓啊，同埋好衬呢个你知律政。我一开头嘅古仔咧，都同 Eva 一开头系差唔多嘅，不过唔同就唔同在主角变咗妈儿，变咗牙医，然之后有个爆炸声，令到佢失神中惊醒。发生咩事？开头嘅时候，十字路口嘅少女已经失去咗踪影，即系 Eva 入边咧，嗰、那个十字路口嘅嗰个少女应该就系凌波丽，但系而家变咗牙医，又产生幻觉，系咪见到凌波丽？我一开头系揸紧电单车，我开始个音乐。诶，好熟悉啊！呢音乐，哦，系仕途出现嘅音乐啊，好期待啊！哇，有警报声，目标锁定，全弹发射，倒数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，开火！哇，佢哋全部开火打紧乜嘢？冇错，系打紧仕途，哇，系嗰只啊，第四仕途四天士，好巨型啊！佢喺前面喺度行下行下，死啦死啦！哇，一夜打爆咗嗰啲机。唔通呢个就系异世界嘅侵略者？你唔好喺度讲笑啊！小心啊！前面条路要避，啊、哦，要加速，飞过去，哇！撑住条马，不愧系我嘅爱车。仲有十二期嘅贷款冇还到，呢、這个真系跟翻 Eva 原著嘅古仔咁讲啊！哇惨啦！佢望住我哋，搵紧啲乜嘢咧？哇！佢谂住攻击，哇！加速，哇！冇啊！俾佢射中真系灰飞烟灭，即刻攞饭盒，快啲走！唔好讲笑，我仲未揸到我架 Eva， 我唔想咁快死喺度。加速啊！冲啊！哇！仲有十秒，哎，讲得切，呢、這个就系使徒来袭第一关，哇！好正哦、啊！见到第四使徒出现嗰刻，我觉得哇！呢、这个直头系点止 cross over Eva， 直头好似多咗只，好似 Eva 原著 game 咁样搞到好似。好啦，试下第二关先。哇！突然之间听到一个叫声、哦，有崩坏嘅兽喺个内部入边。睇嚟而家唔单止要面对使徒，仲要面对埋呢个崩坏兽啊！打到你入侵嘅崩坏兽，佢射我，佢我练技，用基本嘅打法，佢。哇！反位技，劈大技 KO， 机子咧练技就慢啲，但系又高攻啲，同埋火属性嘅，喂，睇嚟我都系适合用嗰啲攻速快啲嘅角色，叫佢打沉默啦，雷电龙马，诶，系牙医嘅父亲、哦，呢、这个时候阿龙马咧就叫我哋揸下天赋，叫我哋驾驶天赋去打败地上嘅怪物。嗱，呢一个场景咧就还原翻 Eva 咧阿定真智嘅同埋佢老豆嘅对话，即系老豆就话你揸唔揸？你唔揸咧，我就叫阿凌波丽揸。跟呢个时候，天顶嘅装甲开始崩坏啦，开始烂啦，竟然俾个咁细嘅细路仔做呢个驾驶员，真作啲啊！嘅布洛尼亚啊惨叫，跟牙医嘅心中啊，我唔可以逃避，唔可以逃避，跟住就等我嚟啦，等我嚟揸啦，我嚟驾驶。作战开始，天赋发射。哦，我配翻呢个音乐，系初号机启动嘅音乐。而家想象紧你行紧路，点样行路啊？长揿，行啊，嗯，行噶，哇，啱啱开始喐得啦，做得好啊！再继续行一步啦，长揿，啊，行第二步，第三步。接下来心中默念攻击的话，天赋就会回应你的攻击，长禁攻击、哇挥拳，哇但是储气储这么久才挥一下拳，哇大王啊，你啦，第四使徒来 KO 我啦，
小心啲啊！哇，直接跳埋嚟，只叉，啊，哇，佢打咗我先，哎呀，俾佢攻击啊，冷静啲，啊，佢又打到我，我打到佢一拳啦，啊，第二拳，再一拳，又一拳，哎呀，哇，哇，佢发射呢杀添，哇，呢个就我嘅防御系统，哇，哇，避开避唔开，哎呀，哦。哦，佢个对住我头贴住开几下几枪，个头都开始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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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有一个问好问好问好啊，唔通就呢个新角色？我已经听到佢好嘈嘅声音啦，好嘈吵嘅声音，我已经净系谂到一个，就系谂到明日香。听到佢嘈吵嘅声音，个头开始痛起嚟。哦，唔系，系特斯拉啫啊！呢个系特斯拉，呢个问好问好问好，唔知点解咧？特斯拉俾我感觉咧就好似明日香，系咪因为咁样先特登设计一个特斯拉版嘅明日香 skin？ 哇，咁多品幻兽点打？跟住就系佢最经典嘅对白，渔民就乖乖地退一边啦，有一个人就可以收拾晒啲怪物噶啦，唔使客气啊，拯救渔民系精英嘅义务，不停喺自己块面度贴金嘅少女，明日香，哇，正，明日香片分怪兽，哎呀，哎，哇，叉你埋嚟，笃你鱼蛋，哇，争打击感嚟讲，我觉得超爽。佢啲长枪超灵活，超爽，轻松已经70连击啦！哇，片片片，哇，再嚟一招打机嚟啦！朗基老师之枪，哇，一嘢掟落去，哇，每一下连击都型到爆！哎，明日香出现啦，你边一个先系负责人呢？最好笑系同阿特斯拉一样 skin， 你见到啊？明日香版嘅特斯拉。即系连个发型啊，同埋嗰个气势都好相似啊！我突然之间发现咗巨大嘅几何物体，又系使徒，今次系咩使徒呢？哦，第六使徒啊！诶，打下，哦 ，OK， 呢个回忆嚟嘅啫。好啦，出现啦，我哋，哎呀，佢话大镬，阿姨快啲闪开，哇，一嚟就俾第六使徒直接，哇，射我，出翻个防御板先，挡住咗啦。点算啊？你有冇事啊？收到快啲回答。佢再次出现呢个高能量反应，哇！要转第二个形态啦。哦，大镬啦！我哋系咪又要一开波就攞饭盒啦？要哦，照射爆我，哇！惨啦，俾个射穿啊！要，哎呀，天父遭受直击，我走唔到啊！我走唔到啊！跟住呢个时候听到主角咯，啊！系睇动漫嘅时候，听到阿贞子啊，敲大，呢叫咩？未开始打已经输咗，一炮打沉嚟。啊，可以试下新嘅嘢啊，就系呢个明日福音啦，啱啱就试过啦。即系就算未抽到，都可以试下点样连技啊，点样出技啊，点样打啊。又埋明日香嘅配音，边个教你点样出嗰啲哦啲连技嘅？草力攻击，啊！有特殊攻击，哇！一嘢横扫，而且仲有草力攻击嘅长喎，有两种模式喎，一个草力长版嘅攻击，草实，再特殊攻击，哇！向下叉，即系仲有几种唔同连击嘅方法。唔系呢个明日香嘅新女武神睇嚟唔系净系得 skin 靓，用起嚟都爽。啊，呢个咧就系天宫游侠嘅 Eva skin 嚟嘅，哇！好似系用紧二号机嘅 skin， 红色嘅，睇下。哇！呢、這个 skin 都唔错啊，呢、這个 Eva 版嘅天宫游侠，哎哟，避开！好啦，跟住 Driver's High 呢一个咧就应该系李天律师嘅两个 skin 去试嘅。哇！成件事好似真系已经驾驶紧初号机咁样，应该系初号机同埋呢个少女合体。哇！大炮射爆你！我个人而言，我系中意你知道者多啲，可能我中意高科技嘅感觉。哎呀，你睇铁拳无敌，哎呀！
到爆炸，警告！特别佢出嗰啲技能咧，嗰啲大技咧，成件事好 Eva。佢架车都有写住噶，写住 Nerf 噶，我见到。试完啦，究竟大家觉得边一个最正呢？好啦，最尾梗系试下我嘅人品，睇我抽唔抽到呢个明日香毕业版。咁啊，累积够50次咧，都有呢个武装补给可以送俾你嘅。够40次咧，就有呢、這个阿女武神游合鲜明的同步率。咦，同埋佢50次补第一定会出噶喎，呢个朗基老师之枪。好，试下先，2800点抽一次，唔中唔中，讲唔中就会中系咪？嗱，今次呢个十抽咧中咗真理。哐！有乜嘢？有乜嘢？会唔会中到明日香？哦，已经中到啦！第40抽终于唔使补底，争10抽补底，然后出咗40抽出下呢把长枪我。至高嘅神明种下嘅生命树，万物嘅起源系生命同埋智慧两种果实，系用神树整出嚟嘅长枪。但我仲争两个圣痕未抽到，但休息一下，我哋先抽下呢个理智律者嘅 skin。嗱，每一次抽到一样嘢嘅时候咧，佢就会跟住下次就唔会再抽到噶啦。诶，就可以俾你拣添，可以选择某一件，你可以拣左或者拣右。啊，我梗系拣右边啊。啊！臭啊！臭啊！再臭啊！好臭啊！只手臭啊！嗱，哇！一系中 skin， 一系中25800嘅星石，二分一机会率50/50。睇嚟我人品系真系必须要保底先出嘅，虽然呢个系封测啫，证明我人品真系差到极点。好，翻翻嚟度先，抽埋另外嗰两个星痕，根据物极必反嘅呢个道理。非洲到尽头就会好人品啦，系咪？诶，又中多把长枪，算好过啱啱噶啦。头先要40抽先中到呢把枪，而家10抽就抽到啦。好啦，今次呢 c o m e on， 明日香 ，Come on，C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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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， 明日香，哎呀，唔系明日香，第二个星痕，哎，又出，哇，即有可能10抽就可以中到呢把枪噶啦噃。连出喎，第二个十抽都，哇！凌波丽极品啊，正啊，好迷人啊呢个凌波丽嘅星痕。真系明日香，真香，今次真香，十抽有可能会出呢个明日香啦，凌波丽啦，再加埋呢一个长枪、啊，哇！大家抽到呢一下真系超人品，啲物极必反嘅原理就系抽到尽头便是香。再同大家讲下呢个更新呢，你只要登入呢就会送你十抽啦。嗱，揿下面跟住你会见到啦。你 keep 住登入都会送你唔同嘅福利啦。同埋呢，你最多呢做晒任务呢，你可以得到呢个100个明日福音嘅碎片。即可以直接升呢个明日福音去到 S 级。仲有呢个真红嘅同步率，呢啲 skin 呢都系可以做任务免费得到嘅。咁暂时今集呢个更新就玩住咁多先啦。哇，即系如果睇过 Eva，然后又玩呢一个崩坏三咧，觉得今次嘅更新真系好正。看板娘呢个位置后面已经有个初号机系超级型棍嘅，跟住又可以同阿明日香可以互动咧。系，我会更加期待佢迟啲再出埋呢个凌波丽，或者会唔会有真字呢？啊，阿男主角出现，然后喺度点阿男主角咩事？佢仲会闹男主角咁样闹我，话我 X 字 hentai， 我特使话 body this。即系 like and subscribe， 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我系波子，拜拜。